奶油小麻花，来，这各种口味的啊，咱们吃看看。你吃的有点像。加馅的，我是酸奶的。不行，吃的噎挺啊。配上我们九只小梨子是吧？陈李刚。咱们这款梨刚。哎，不任何添加。对。不任何添加的。九只梨才能做出来这一只梨刚。这是。它的配料表里面只有梨。这是好吃的哈。它没有那么甜。你像孩子喝的话，它比白开水好喝。